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我现在在好莱坞。在墨尔本，然后距离上一次来墨尔本应该也是有五六年、七八九十的时间，然后有点紧张。熟悉阿令的朋友们就知道，我的大大的云豹其实是在墨尔本拍摄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一直拿着那个 Free Hugs 的那个牌子。那个时候是还蛮年轻，那个时候才28岁吧，27、28岁，然后现在已经30了，所以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，就觉得万事都不要太放在心上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去接受它，去享受它，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墨尔本给我的热情，毕竟这么久没有来了，希望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热情给我大大的拥抱。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。可以帮我拍吗？他们唱歌给我听。他们快唱完了。就是